平时啊，一直都是甲大家人再叮咛哦，搁再分享，咱时时爱有因果观，不管讲一句话也有因缘果报。这种因缘果报在日常生活中泰然接物的，多一个时阵，不是真完整呢。那那是会当细心用心嘛，多加以好好观察，这呢是最微妙的教法。哦，佛陀教咱讲，爱时时呢。有众生命平等观，这种的心量唔通轻视，这个行是较轻微的性命，所以呢，咱无去解考虑，迄、那个爱呢，未当通普及微细的文明，咱的爱心爱时时普及。一切行命行类的，这是咱平时所爱会用的啊。咱今仔来看一段文吼，学学用解读，无用天数，我阿自修，自强保读。那这段文那是真浅白嘛吼，那用鸡用鸭用猪用羊，这物件都是啊，蜜袋啊，供给市场啊，啊，都是互人呢落厨房去啊，多数拢因为安尼伫咧饲养啊，其实呢。这些被饲养的物件，拢是较柔弱、真单纯呐、啊。虽然牛是遐尼大只，伊的性嘛是真单纯呐、啊。而且呢，过去农业社会啊，都是爱靠牛来耕田。拖犁拖车，到家呢，那较老来哦，就予人卖去屠宰场。啊，一世人的拖磨，结果呢，就是啊，伫屠夫的刀下，是伫人人的刀上摆出来。那这种的畜类啊，实在是真可怜咯。那牛是安尼，羊是安尼，猪也是安尼。搁再何况讲啊，鸡啊啊，这呢，敢毋是拢总伫这畜生道中啊，好天叫地啦，到底呢？什么人会当知伊的心声？咱人类呢，讲是叫做万物之灵，其实一点仔都不灵啊！不灵，听闻大地众生的声音，不灵闻，才禽类。叫苦的声音，所以讲起来，人类啊，心是全能万能啊、哦，人类是最不能啊。那下面这段文啊，就是安尼讲，是任他宰杀啦，数计爱心未尽啊。莫有脱落，人家相会啊！
锦绣分离，骨肉消脆，福劣多加啦，头烧指甲，初毒酸浅啦，还家无功。哎，这段文嘛是真浅显吼，大家人看应该知影。不过呢，都只咧讲杀害众生，有个人讲无，我无抬，我拢嘛请人抬。啊，无哦，我无抬哦，我拢买人抬便便呢。那这安尼是对啊，唔对呢？世俗人无家己去抬啦，但是呢，咱去请人抬啊。这个罪呢，还是归主事者，就亲像讲啊，我要来去吃海产啊，啊，今嘛会海产呢，拢饲几毒吼，啊，因要吃较新鲜嘛，啊，就伫迄个水族箱的内底呢，就安尼解，只讲我爱一只，啊，我爱一尾哈，那、啊。伊就去掠来，安尼活生生啊！一手一举啊，那这餐厅的人就去掠，看伊安尼伫咧抬，看伊安尼伫咧做，像桌顶来安尼伫咧食，亲像这种呢，为着巧合啊。捡个法度啊，安尼呢？去诛杀人、杀生，其实这种的罪啊，是归于诛杀者。当然，杀业的人有罪，不过呢，这个诛杀者，自个家己，当然这个业。那是真重啊！这种的罪业哦，咱都会当知影讲，亲像活活的人要家己压去刑场共款呐。看到讲哦，众生啊，不管鸡啊鸭，那伫咧个掠的时候，啊鸡啊声都会真大声，实在是伫咧太低的时啊，半暝呢。太低，低多一些。古早人安尼讲，你若要问讲，什么时阵啊？这个战争会消失去？那你就先去听，听迄个低多的半夜声。低多内底，那无太低的声啦，这个多甲。兵就是战争啊，这个劫难呢都无啦。